放的出来右边呢，就是这个公园的正门，就是你跟爸爸出来买东西走过来这个望子的地方。我等会走过去，因为现在是绿灯，绿灯。在跑步哦，所以都动来动去，对不起，这就是公园了。公园的正门，那有人在走路。通常这边都是很多花，然后我再给你看看，那边就是房子，帽子的对面就是我住的那一区。然后现在回来公园的正门，就是我照给你们看的，跟爸爸在这边走路，从公园去房子买菜。所以我就走过来了，我常常就是在这边散步了，看到，因为现在正对着太阳，可能照不太清楚，看得到那一边吗？就是我寄给你们的相片哈，大家常常在这边走路的。然后呢，我可以看一下圣殿，圣殿就是这个地方，直直走下去哈，往右看就可以看到那个摩门教的很漂亮的圣殿。我现在在走路，所以这个画面可能有点抖动。然后那边就是很漂亮的那些房子，各种花草，走进去里面就很多漂亮的花了。然后我现在走下去，这边很多人遛狗。现在大概是5:30左右，所以太阳还蛮大的。怕你头晕，所以我不太敢走得太厉害。然后现在走过去就可以看到。有右边太阳的地方就是摩门教圣殿，你们说很漂亮的地方。这边就是我常常一个礼拜至少走2-3次散步的地方，因为就是不到2分钟就可以走过来了。然后这边常常有人，尤其到傍晚没有太阳的时候，更多人出来散步。整片就是绿草地，因为那边有台子给他表演。希望不会抖动得太厉害，不然你们就会眼睛头痛啊，眼睛花掉。现在花还不是很多，等到那个下个礼再几个下个月后，更多的花出来了。所以我现在再绕回去，就是我们从那边出去就是 Vans。好，现在绕回来。现在看不到圣殿，要走远一点出去那一边才看得到圣殿，因为那条路就是圣殿前面那条路。然后你们看到的那个地方呢，就是以前洗衣服的地方。我停下来给你看一下，就这一间矮矮的这一间，是以前你们洗衣服的。很多人在这边踢球啦，放风筝。这边一直过去都好多可以散步的地方，跟那些人住的地方啊。你说啊，很棒的后院，这是天然的后院。然后这边我就继续一直散步，蛮大的，一直过去。